爆破战士冲了上去，都因为地形不利没能成功。于是你主动请缨，你手中紧握爆破筒，腰里别着手榴弹，冲到了碉堡下面，敏捷地将爆破筒塞了进去。正当你转身准备离开时，爆破筒又被敌人推了出来。你毅然抓起此次冒烟的爆破筒，再次塞进碉堡内，并用尽全身力量紧紧地顶住它。轰的一声，碉堡炸飞了，前进的道路打通了。冲天的火光却将你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6岁。现在我成为了你的另一种存在。每当有人在我面前驻足，依然会被你震撼。他们说，因为有了你，你们才有了今天的万家灯火，四方平安。